气儿了，姐哟，啊，出啥事了？那老爷子啊吼，这完全要感谢你抓的药啊有效呢，就是你的心情哦，伊就感动天公伯啊，天公伯唔知赶紧哦，保庇哦，老爷醒起来啊。哦这，哦啊这，哦哦哦哦，老爷感谢你啦，老爷，哎呀，出啥事了吼？就是哦，要离开，啊，要特别大家休息啦。哦，其实哦，阿祖老师啊，迄老爷哦，其实唔甘你走啦，啊，我大为着你这个夫人哦，你唔知影。你是咧讲啥？啥话啦？你来过来。啊？到即摆老爷拄好尔，你是安那？我要休困尔，你两拢甲我落去，叫我来处理。老爷，你莫着急，你莫着急，你家己身体较要紧。好啦，我暂时莫走啦，吼。老爷。你两巴肚枵啊吼，我来炖一寡补予你食嘿。小蛋，你免再加好水啦。老爷要食啥物，我家己要处理，你拢落去。好啦，夫人啊，阿妈。我叫你落，你是无听的哦。落去啦。你上无我的缘啦。你就是有老爷在做靠山，我着咧惊你啊！试看卖，看我安怎对付你。你即摆唔走无要紧，我再要来看，你会当冻偌久？即摆客厅也拭了了后，石板仔落遐石头一粒啊一粒叫我拭落清气。临尾我回来时阵，若我看到无清气，你会批着我张来。夫人，我一定会拭到清气清气。你千万都唔通唔知影死活，你囝嫌囝好，千万都唔通惹着我这个赤查某。该的时阵哦，我无赶你走啦，你家己我哪会挡得住？阿平，对，夫人，平。我毋捌看过哦，迄世间的查某遐尔啊浓毒的啦，哈，气无够，咧形容该斗啦，哈，啥物叫你外口，
把遐细粒石头啊，逐粒都分袂煞，切到清气当当，有人安尼呢啊？啊，阿俊老师，有我在滴个哦，你放一百个心啊，伊唔敢对你安怎啦？啊，是我阿俊老师，迄老爷吼，讲叫我去找一个先生，来好啊管教伊个唔食囝啦。啊，我即马转来吼，我工作甲做甲好势溜溜，做伊放心。多谢阿仔兄。啊，我即马就来去。卖菜一件。这个婚姻啊，敢会闹这千个老阿婆啊，吵一下拢会。老阿婆啊，真歹势啦！我要去的所在，你无共咯，我都带你去。行。夫人啊，你是不是要去别人拜拜啊？你来找我要去别人拜拜。我闻到迄个。香的味啊，是讲夫人啊，你奇怪，我嘛感觉真奇怪。一个要去庙烧香拜拜的人，竟然都唔愿意帮助一个老阿婆啊，来斗相共。你是要求什么啊？你这个老阿婆足奇怪呢，你目睭看无，用啊事搁管真济安怎？无唔对啊，我是要去庙里拜拜啦。我也无求啥，我只不过是求一个心安尔。安怎？你有啥意见？话啊，是一句好话，但是哦，你欠着路去啊啦。我欠着路，你讲这是啥意思？那是要求心安，你当免行这么远的路来去求心啊？求你家己得用的啊，这不是欠着路，或者是啥物？夫人啊，做人哦，只要莫有私心，莫有疑心，加存寡善心，自然啊，就会安心嘛。你若是会当修通这几句话的道理，你就免阁去求神啦。你家己加想看卖，你既然哦，要不要老这老阿婆斗相共，我就只好家己找路。要学行路，一定爱有人伫身躯边啦。像安尼跋倒，若无人通扶你起来，敢是真危险嘞。加油啊！人，老爷，你是毋是咧烦恼人家？伊真好啦。你家己的身体较要紧，你免烦恼伊。老爷，看你今仔日气色袂歹，我相信你的身体一定真紧就会当复原。这几天啊，夫人一直骂我是扫秋千，我听了心肝是真艰苦。论真甲想起来，我确实是扫秋千。老爷，你这么苦心，教育阮母仔囝，对待阮母仔囝这么好，你的恩情，我不但袂当报答你，连都甲你害到这款的模样。真是真对不起，老爷。
的台湾大家，我一世人都是无法度通我报答你。后出世，我做牛做马，我嘛搁倒转来回报你。提花娘娘啊，阿免假啊，免假啊，啊，这都已经无人啊，你搁伫遐假？什么？不可对本座无礼。是。顺风呢，本座要交代一件任务哦哩。你即马随去找千里眼，自然就知影什么代志。是，小下遵旨。你要请个先生哦，我已经给他请来啊。哦，你意思讲请伊入来哦？好，先生啊，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无了，老爷是讲吼，归去安尼啦，你转去，你转去啦。歹势，误会，老爷意思是吼，你即摆吼会当出来去房间吼，读册写字啦。嘿嘿嘿，是安尼哦。好啦，你放心啦，这囡仔我吼一定会好好甲管教。无，即摆房间伫底啊？来这，哦，你来这哦，我即马带伊来去房间读册哦，来手举起来，坐正平，跳，啊继续跳，跳，哎谢你哎，哎别乱跳啊，正平，我搞怪啊，拄着吸气啊吼，跳，继续跳，啊停。大爷，这吼就是你咧教读册写字的所在。哦，安尼哦，嘿，
无，即摆即个囡仔，我著教伊读书，啊，你办代志，我放心，吼，著交予你啊，嘿嘿，我都交予伊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小小呀，即摆我就是你的先生，我会甲你读书，安尼知无？你若唔出声，你，对无？ 我煞袂记，我事无甲解开啦。哎哎哎，我等来，你别去倒来，来，过来，可以啊，坐好。我要去作业啦，我要去放尿。袂用啊，即摆我甲你读书，等下要食饭，你放尿，再过去，知无？来，我即摆甲你念，我念一句，你就念一句，知无？ 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念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我听无啦。我叫你念，你就念，对你念就对啊。啊，来。走。你到底要怎子做？我问，我一个人拍哦。哦，你想要甲我拍呀？我你试看卖咧啊。我问你讲，我伫厝诶，我上大。我敢要讲吼，你伫厝诶，你上皮，你上细啦。 你想多？我讲呢，读册无好，当唔来正好无。你讲我读书无好耍，啊，佚佗较好耍。好，来来来，来，咱来佚佗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徛好。哈哈，小杨哥，徛好，坐一哩，好停。 我即摆念了对一念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嗯，袂歹，阮真正今日想要读册，这个先生哦，真好。 人之初性本善，这四句的意思就是讲哦，人我出世的时阵哦，拢共我出现明白啦，有的人读书，有的人无读书，有的人有好，有的人无歹，所以讲哦，产生了真大的分别，安尼你有了解？安尼我唔知，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 参见张妹娘娘。孙红妮，伊一直就想要教好人家，用心良苦，只是伊用法力，老人家就范，这毋是正道。请你讲，囡仔的身心真重，毋是讲教就用的教，若是要教导，应该是一步一步慢慢仔来产生变化，伊才会心服口服。 这才是治本之道啊！周妞妞，你讲得有理，有机会哦，我会甲顺龙你讲，照你的意思做，你放心吧。真好，恁老大爷讲的，一切都要爱加忍耐，有这能力，有这机会，通我帮助别人，这嘛是一种福报，唔通惊吃苦，爱尽量去付出，切记，切记。是。 阿公，伊毋是其他一只妖怪，伊一直跟我跳，一直跟我跳脱啦。伊毋是妖怪啦，我
我甲你讲，迄就是吼，你平常时教乖唔听话啦，以后吼，你若听话乖乖啊吼，啊听先生的话吼，嘿，伊就袂叫你乌白跳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你知影吼？嗯，安尼即马就乖啊，就乖啊，嘿嘿。哎呀，你可有好嘞？当然嘛有好，啊、我顺风你呢，什么腰啦，什么毛啦，我拢有法度甲修好，卖讲是这细人囡啊，对不？水灵。各位小朋友，恁在读书的时阵，老师教恁都要用功读书，都要友好父母，唔通惹阿母受气。恁做有够阿无？妈祖呼劝大家，即卖赶紧甲阿母斗做一挂家内事，可以会当较早休困，啉一下茶，看一下电视。这应该是无困难，但是恁会当看到阿母真慈祥的笑容，这就是恁友好阿母的方式之一。在每一集片尾中，制作单位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大家知影一句话：必先孝为先。请继续收看妈祖的单元《慈母心》。Thank you.